这里面有一个观想，各位最好也学啊。比如说，你希望开智慧，那你多念文殊菩萨的名号或咒语。那在观想的时候，然后呢，你念文殊菩萨咒语的时候，整个大海，那文殊菩萨胸前的光啊，这种子就照了整个大海，所有的大海都澎湃起来，像大海浪一样冲过来，把你呢跟所有众生都洗干净了，啊，都净化烦恼。那这样呢很容易开智慧，所以观想一次好了。来，南无文殊菩萨。南无文殊菩萨。嗡阿拉巴扎那帝。嗡阿拉巴扎那帝。所以你在念嗡阿拉巴扎那帝的时候啊，文殊菩萨现前加持所有的湖海汪洋，然后整个就上来像大海浪一样洗刷众生的业障烦恼，让大家都开智慧啊。来，这样观想一下。来，嗡阿拉巴扎那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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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帝帝帝帝帝帝。那各位要多这样观想啊，下雨的时候念观音菩萨，阳光出来的时候念不动如来。啊，所有阳光变成佛光，消除众生的恶业，个个升起无尘大悲菩提心，啊，想来转化一切。